何時に死の宣告を。お前は一週間後に死ぬだろう。そこのクルセイダーの呪いを解いて欲しくば、俺の城に来るがいい。俺のところまで来ることができたなら、その呪いを解いてやろう。だが、お前たちに果たしてたどり着くことができるかな？城に来ないのだ、この人でなしどもが。
要分享第三个成就的组合，由于很考验技术，这里就不录影了。前两关先排朱家喜技能，第三关直接带走左右两边后三思喜技能。第四关前两回合一定要拍含羞草，不然伤害可能不够。之后两回合都拍藏马一记打死。第五关两个藏马都变身，然后分别开两个技能，还有罗伯特挤掉状态后带走。第六关藏马二技含羞草，菲尔卡加上龙克带走。王冠一血就是考验手转的时候了，开下尼克斯磨死他，含羞草菲尔卡跳了就开，有含羞草可以挡两下，不然只能挡一下。对比右上角的石头就知道我手残了多少次。王冠二血全开加龙克带走，需要注意罗伯特可以换普普路，伤害会更稳定一些。